你拍摄的时候是不是总觉得自己的画质不清晰，尤其是晚上的时候满屏幕的噪点，认为是自己手机的问题。其实画质不清晰最大的一个原因是因为光线，比如说这个视频，这是没有打灯的时候的状态，这是打灯之后的状态。我们可以很明显的发现，打了灯之后画质立马提升了一个档次不止。所以说拥有一款好的灯光能够让你的画质更加的高清，而且更有质感。比如说这一款 RGB 补光灯，白光、暖光自由切换，拍摄美食、拍摄产品都能轻松应对，更有8种 RGB 色彩可调，加4种场景模拟，让你轻松拍出氛围感照片。即使是光线变装，也能够轻松驾驭。可以旋转的磁铁设计，让它无限制的可以挂在各个角落。显尺大于95，内置2000毫安的锂电池。最亮状态续航可达2个小时。现在拍橱窗不仅有活动架，而且还有赠送遥控器哦，还不赶紧买一盏试试？